总统尼克森的下台，只要是干涉司法的下台，只要是违背宪政的下台。所以今天咱大家做回来，就是要要求人民倒戈，总统下台，对不对？对。各位乡亲士大，倒戈那将一万落来，马英九嘛出局，对不对？所以民主进步党，不是为着一个党，不是为着个人，是为着人民，欢迎民意，照民意来做要求，对不对？因为国民党唔敢对民意，可能是这一个话话，伊也未甘要死。但是当要投票的时候，国民党祭出党纪，威胁国民党的立委，因就讲，因要团结，一票都袂变走，所以因是选择站在民意的对立面。民主进步党是甲民意徛做伙，对唔对？对。各位乡亲士大，江宜桦讲伊无违宪乱政。讲给他时间，他要做。台湾的未来不能等，给他太多时间了。马英九已经五年啊，江宜桦已经一年啊，所以正因为台湾未来不能等，所以咱要求他。